听力的第二道题，请按照你们所听到的内容填空。第二，今天超市的每一条裤子和裙子都很便宜，上面写着不便宜的衣服我们超市不卖。我看了看他们的衣服，真的很便宜。我买了一件又漂亮又舒服的衬衫，爸爸也买了不少衣服，他买了三条裤子，四件衬衫，还给妈妈买了两条裙子。回家前，我们在超市还看到了很多又便宜又新鲜的水果。因为现在是夏季，所以超市里面的西瓜又大又甜，也很便宜。